伊甸基金会含盘接保险经纪人公司，昨天的举办2013伊甸千里传爱磐石宝金单车宽带工业活动，挑选15位的盘接保险经纪人，要骑卡达车开10天的时间来环岛。在岛顶就要来经过5个伊甸项圈工程计划合作的单位，将乐器、画笔、旧古等等，以往的礼物带到偏乡的社区，以实际的行动来陪伴囡仔学。是含心点。伊甸基金会董事长王凯强表示，这是伊甸连续4年以盘石合办这个活动。15位勇士经过3个月严苛训练选拔而出，活动将经过嘉义古拿教会、高雄向阳社区等5个据点。伊甸含盘石公司也将号召专台捐款150万元。为伊甸抢款工程计划筹募服务经费，就会有一群勇士，大概15个左右，会环岛一周。然后我们很重要的目的是，除了募款之外，我们会带一些我们的游戏，好，或者小朋友需要的，可能是才艺相关的，或者是知识相关的的东西来给小朋友。今年参加环岛计划50岁的林秋兰讲，先前曾经和志工队到家人探访伊甸抢款工程计划服务的学童。发现有真侪囡仔面临经济弱势，并且教育资源无够，激起因想到偏乡去陪伴囡仔。林秋兰的妹妹78岁林慧珍讲，伊是伫姐姐鼓励下报名，逐天走30公里操场培养体力。伊的翁婿也是前3届骑士，环岛回来的时阵，常常分享路上的见闻，让因决定鼓起勇气来参加。新闻将来成立下乡采访报道。